李苏苏，这辈子好辛苦，可我不想死。别害怕，这次不再让你一个人了。我也不过是争取我想要的，有什么错？那么别回头，往前走。500年前，天生异象，邪魔当道，无数仙尊陨落，人间瘟疫肆虐，尸横遍野。第一仙门之女黎苏苏为阻止魔尊觉醒生死，据说后来很多年里，变成整个修仙界谈之色变、堕神的白月光。我甘愿斩断良善，有天下人俯首称臣。谭太监，我若没有背负着什么，或许就不会到今天这个地步。你怎么来了？当然是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小混蛋！让你当皇后，再怕真的弄死你。我本来就是来杀你。我的喜欢你不稀罕，那就试试我的恨。没有我的允许，谁都不许见他。阿姐，狼子隐姓，居心叵测。谭太监，六枚灭魂鼎是我抱歉，我拿走你的血骨，还你神髓。你曾在苍生府里见过苍生，若可以，愿你此后仙道通途，于天下福泽。别再做魔了，成神吧。不要，不要，我怎么会放过你，只为和你纠缠生生世世，直到白骨枯朽，一同腐烂。我也不过是争取我想要的，有什么错？你想要那个位置，我也想要。拿不到永生花，救不回祖母，也希望是你记得我。爱怎么会伤人？就当是成全我。爱可以无所谓吗？一个将领，理当死在战场上。爱是与君相拥，地久天长。那么别回头，往前走。我不爱你。我知道错了，苏苏，可是我没有办法了。我们能不能从头来过？谭太监，这是我为你选的结局。